今天的云像棉花糖一样，晚上期待见到北京张。这边怎么样？热不热呀？这边说实话啊，没北京热，这边有风。北京这一天是真热。啊，那还行，那你来的挺是时候。欢迎大家来到长沙。我怎么什么都想吃啊？看什么想吃什么是吧？这比那个武汉吃的要多，好吃，看什么都香。这个叫四方亭夜市。四方亭是吧？啊，这印度飞饼人那么多呀！我想吃。买。微信都出来了，先动的人等一下。买115、116的留言做完吗？一个香蕉，一个菠萝，24要等哦，要等30多分钟啊！来等。还好吃不嘞？来微信给我看一下。还是106号，现在咱排到143号，最少得半个小时。这个也是飞饼。北京张哪去了？我要去找他去了。吃什么呢？长沙得来臭豆腐。不来长沙不吃臭豆腐真好看。这湖南那个当地的臭豆腐啊，跟咱北京吃那个完全不一样。他们那边一了滋水那种的，大家可以体会一下，咱中北京的就没有味道，没有那种水的感觉，咱里边豆汁那种感觉。还吃点什么吗？吃。吃那个拇指生煎包吗？不吃了，吃那个虾滑去。你看这不是有一个挺飞饼吗？就这个来这儿了，没人跑的。是啊，这在小巷子里，那我哪知道啊？咱排着吧。好吃吗？还行。米线米饭挺香。给你讲一件趣事。什么趣事？我来这湖南的路上，不坐飞机来的吗？啊。嗯。就因为一个食客，影响了这一个航班上的。基本上80%的乘客，他觉得空调冷，让他把空调给关的调到30度，不是28度，然后那个空姐还真给调了，他这么一调，我们这个全航班上人都热，肯定都有意见，尤其是男的，都有点急了，前后左右奋进了，尤其是，我就说呀，不能因为一个人来影响这一个航班的人，所有人都反应了，他们就说你让他那个别人给他拿条毯子配上，别影响其他人，其他人热呀，最后这空姐他这个有点这情绪失控了，最后调到了26度，现在从咱国内的天多热呀，尤其在这飞机上，28度什么概念？这出来空调风都热风，我这浑身啊都湿透了。比我岁数大的大爷都有点急了吧，真的。所以呢，你没急吧？没有。非常时刻要注意控制自己情绪。对对对，你可以理智的解决这件事情，千万别冲动。主要做人要为他人考虑，不能太自私。这就是你等了一个小时的印度飞饼李记啊。对啊，你先尝尝。
没白走。是吧？这东西我原来我也会做。你只泡面就好了，这就不算红油。知道吗？你要说老爸可以做，我相信，但是你我有点不太相信。学习呀、啊。吃完这个小炒黄牛肉，我发现这街上人怎么又多了？这边就是越晚上越热闹。我估计能耗到十二点一点还这么多人。越来越多。你的夜生活刚刚开始。得有姑娘陪伴呀。这个媳妇儿先给你一条，来啊，挺好吃的。我发现我怎么跟什么都没吃过似的。他这虾滑是先用油炸，炸完之后呢，放点秘制调料炒，就这意思了。我学着学着我也会做。你什么都会做，行了，你夜市都是你开的。走走走走，劈腿茄子好了啊，这茄子就是说，把这茄子裹了面包碎炸一下，切开，啊，一份15块钱有点贵啊，不过茄子分量很大的，放点那个番茄酱跟那个芝士沙拉，对，外脚还不错啊。刚才人说那个，你要毛味道你都听不懂。我听不懂，怎么没掉味？这面怎么装杯子里了？小龙虾杯杯面是吗？对，这这边特色。很好啊。二分钟吧。八斤。福鼎肉面。不见得啊，好吃吗？这就是你刚才要吃的那个。我这么跟你说啊，他这肉不纯，面粉多。你上次我在龙口吃那个福鼎肉片，那是福建人开的，我就那店铺，他做的肉片特别多。6块钱的啊，天马牛肉饼，不错，外焦里脆的。嗯，这特色吧，冰粉不是白米豆腐啊，白米豆腐。其实它这面就是说咱老北京那个驴打滚上面那豆面啊，也还可以。我要的是这个芋头饼，冰镇荔枝。看着还有冰山呢啊。烤苕皮尝尝啊，媳妇儿买的。我看你搁那看半天。这不是猪皮啊，红薯。啊，这么回事。媳妇儿，你看上面这房子，你觉得晚上炒不炒？我觉得很幸福啊，天天可以下来吃小吃。我是来长沙第二天，我忽然有一想法，我给你商量一下。咱要是从这儿夜市旁边买到房子，以后每天咱也不做饭了，天天来这吃，你幸福吗？幸福，太好了！我一天吃一家。哎、这边房价多少钱？你没研究研究？一两万块钱也就这样了。那你要这么想，以后咱的父母也接过来，也带他们天天在那吃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老妈肯定也喜欢臭豆腐、烤苕皮。对呀、啊，这边不麻，主要好辣。我估计我妈我爸肯定是喜欢的。多热闹！你看晚上可热闹了。咱努力吧，你别先炒就行啊，明天咱看房去。好，明天看房去啊。连续吃了好几天，大家看这视频上可能就是说我们吃的非常多，但这是几天的食物啊，逛了好几天的，大家要控制自己的胃啊，啊，合理的咱吃这东西，啊，这长沙这个地方确实是啊，吃的非常非常多，种类非常非常多。作为我来说，我非常喜欢长沙啊。